看到的是《我是马拉拉》。由于之前社会课本有提到说马拉拉这位女性成功人士，所以她就激起我想要看她的兴趣。我看到她为他们国家的孩子争取一些可以有机会学习的方式，她在过程中有经历过的历练和一些改变，她全部在书中都有写到，这也有激励到我，知道说教育有多么珍贵。我发现的是这本《谁说我的狼性不能带点娘》，那我选的是里面的第二个章节，第一名 Spotlight 熄灭时，它主要讲的呢，就是脑海里有一个心情的时候，你不能把它保存在脑袋里太久，因为呢，比如说如果你的心情很失落或是很生气，你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想法而导致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不开心或是感到烦躁。相对的，如果你的心情是那种很开心或是很愉悦的，你有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导致你所做的其他事情会有点过于自大，胜利或者是失落都可以去庆祝或者是去沉淀，但是不要太久。我在书桌上发现了这本书，用电影和孩子一起学会爱的能力。在这本书当中呢，其中我最喜欢它的有一篇电影的就是感想，叫做《丑女大翻身》。我觉得性平这个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探究的议题，我们不知道别人所有的故事，但我们必须要尊重。就大部分都是一些女性作家写的书，不然就是一些传记啊，像是马拉拉和在枕间里的女人。我借了这一本的俄国游记，然后它里面有一些插图啊跟一些附注，还有她发现一些景象。一开始我来这边啊是想借言情小说或者是漫画，后来发现我其实可以多方涉猎一些，像是一些游记传记类的小说。这本小说就刚好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穿梭在古老的俄罗斯国度里。我在书车上发现这本书《为了活下去》，这本书主要是在讲一个脱北女孩，我觉得她非常勇敢，就是有勇气脱离北韩，只为了追求自由。这本日本妈妈的《聪明育儿术》，我当初会选择这本书，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日本的教育把日本人都教得非常的有礼貌，所以我就很好奇的把它拿下来看。而在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成为一双默默付出看不见的手。”我非常推荐这本书给大家看，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哦。谁说一百分的你才是最好的自己？这本书让我学到了可以不要活在别人的框架里面，好好的勇敢做自己。就是事实上。很多事情不是所有都是完美的，但或许就是因为那些不完美，那些事迹更珍惜可贵。我在书车上发现了这一本《恐龙女孩》，第一位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的化石大发现，在写这位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她发现的一些化石的经过，以及她后来的一些成就。有写到说他因为性别的关系，所以有一些演讲讲座什么都被拒绝参加，当时他们认为说女性不适合这一类的工作，不管什么性别，只要有兴趣一样都可以成功。我在书车上发现了这本书，《华加摩尔小姐》，她是儿童图书馆最初的发行人。那他在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当他小时候大人都认为说小朋友不需要去图书馆，小朋友不用看书，他觉得那些都不重要。那他觉得为什么小朋友不能进到图书馆看书，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他长大的时候他决定发行了一间属于小朋友的图书馆。这本书让我学到了只要去做就对了，不管大家怎么不看好你，只要这件事是对的，永远会有更好的成就。我发现这本《黑夜中的星光》，安妮·法兰克，然后它里面的主角是在二战的时候，就是他是犹太人，
只能躲在秘密之家里面，然后他是坚持写他的日记，他日记里有提到他就算被关在那里还是很认真的在读书，希望未来出去之后可以当记者，他有一个愿望，所以他我觉得这本书激励我们要认真对待生活。社会上有些人觉得女生不适合念理工科，但是这本书上有一位女性不但完成她的梦想，也得到很多嘉奖，最终实现她自己的梦想，获得很大的收获。恐龙女孩，从哪？有玛丽很喜欢化石，因为她觉得化石很特别，想要把它收藏起来。一般的女生都很讨厌化石，因为觉得它很脏、很古老，就不敢碰。我学到了，你的兴趣都可以很特别，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